哎，老板，买几块银元？几块银元，收钱是五块没问题吧？啊，是嘞。看一下你这个银元怎加吧。你这个贬值和褒奖，眼看门没问题，你应该是洗过。啊，有几个洗了。哦，那你这是为什么要卖？碰到难事儿了，不然的话，谁会卖传家宝啊？那是老哥，你说的对。一般不是碰到难事，谁也不会轻易动用传家宝，除非那败家子。对对对，哎，这是咋回事吧？你讲。媳妇儿离婚了，走了，俺那伙子挺不负责任的走了。现在俺那个小孩儿只有3岁多，家里面，老母亲也身体也不是太好，一直不是太好，反正也不能照顾小孩儿。我以前在外边打工嘞，这现在咋弄啊？我只能回来。回来是也没啥钱，我想了很长时间，这不是想卖个小吃，哎，我其实卖小吃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因为啥嘞？他去上班啊已经不太现实了，因为已经我得照顾小孩，照顾老人，他时间不固定，那是确不是？实够辛苦。我现在就是卖小吃嘞，自己去弄，最起码时间灵活一点。那白天没时间吧，我晚上去上人家的夜市摊儿去摆个摊儿，卖个炸串儿啥的了，是吧？晚上去摆摊儿干生意，白天我管在家里照顾小孩儿，照顾老人。那你这还得注意身体啊，人可不是机器啊，不能24小时连轴转。还年轻，再一个这也没办法，那你要不来，那谁照顾老人孩子呀？对不对？我这也没办法，你看连个本钱也没有。我这不是想着家里面有几块银元卖了，为啥我说选购小吃嘞？因为他投资小，再一个他这卖吃嘞，他来钱快，哦，都是现钱。对呀，都是现金。是的，老哥，那我给你看一下你这银元吧。哎，能多给点嘞，都多给点，好，好，是好，你吧？放心，你这个情况啊，确实困难，都是男人嘛，也能理解。我给你看你原来状态吧。好好首好。先，你这个是八年，八年在袁大头里面是最贵的，因为数量较为稀少。看一下你有没有斑吧。八年的话，一般字体上很多斑。你看，你像你这个，有一个连口罩。一个连口罩的话会加一部分钱，品相的话还可以，XF45流通货的品相。看一下背面吧，背面的话有一个空心爷，空心爷是八年常有的标志。然后这下面这个位置你看到没有？这有一个下五组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下五组的话也能加一部分钱。按理说的话，这个我只能给你估到4000。但是你这个情况确实困难，能帮咱帮一点，这个我能给你估到5000，这已经是我的卖价了。好好好，谢谢了，老板。哎，大老概，板你真好。哎，咋说啊？能帮帮一点。我看了你这斑还可以了，22年的话要比23年要稀少得多。你这个品相是清洗过，但是光度不错，无伤无错，这个能给你收到3300吧。现在行情确实不太好，这已经是最高价格了。好好好好好。然后这个的话带老柴，我也看了，没任何问题，这属于阴阳面，正面的话是厚褒奖，背面的话是白的，这在我们看来就属于阴阳面。阴阳面的话呢，属于一个趣味币，会加一点钱，这个还给你按3300吧。好好好。这个三年嘞有一道伤，有一道伤的话，而且伤的挺重的，还有戳记，本来只能给你收到800块钱。这个给您按1000吧，我尽他最大的努力，我确实能出就出到1000了。行行行行。这个的话是普通的3年，也清洗过，这个能给你收到1300。中，老板你真是好人。这你按照你给我说的这价钱呀，比今天我去中午去那个店啊。我感觉得超出来一半了那你这个价位随便打听，说实话，咋说呀，都是男的，都。都有困难的时候都能理解，能是帮嘞，帮一点。别说了，老板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碰到好人了。啊，这应该的。说句实话，要不是因为有老人有孩子，我都不想活了，生活叫我压的呀，我光想走极端。老哥，不能有这个想法，你家里顶梁柱了，对不对？再说，现在环境挺好的，只要肯努力，日子会越过越好。是嘞，是嘞，老板，是嘞，我都好好干。
招行，招行，招行。那我给你算两个。好好。